俗话说得好啊，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为犯人的几率是啊，我几率没过啊，算了，先别讲了，先去问问女佣好了。哎，汤婆，汤婆。哎，什么汤婆？人家是少女。啊，先别管这个了，你可以叙述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吗？就是啊，那天我要从老爷的房间走到大少爷的房间打扫的时候，就发现大少爷躺在那儿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很紧张，就一直尖叫啊！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你先冷静一点啊。那在这个整个经过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人或是异常的地方呢？异常的事情哦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，但不知道跟大少爷的死有没有关。没关系，你讲。就是啊，那天我要从老爷的房间走到大少爷的房间，竟然看到小少爷在吃早餐呢。这有哪里奇怪吗？当然很奇怪啊，小少爷他长期沉迷于打撸，他每天都打撸打到半夜。从我进这个家以后，从来没有看过他吃早餐。任何一点都不能放过，就是我魏浩国的名言啊。谢谢你啊，汤婆。什么汤婆？人家是少女啊。